所以我代表协会感谢与副总统的莅临，并且感谢。实在呢，我是这个地主哦，所以贵宾不敢讲啊，尤其是在我的老板方面前呢，更不能讲。那首先呢，我代表南海各大哈所有的师生欢迎我们全部都很能说服人家对手，给这情况还有每一点工作，所以我为什么用？啊，听说刚刚好，我们刚才那块上空，跟老板的酒也很多，现在蛮久时间就没有了。那么刚刚来前，我在电视上看马英九总统就职典礼。